主菜来了，茄子，烧茄子，烤土豆，这个也是烧茄子，炸茄盒，上面搁点这个沙拉酱，烤彩椒，烤彩椒，然后来两大块这个三文鱼，啊，这就是今天这个热量的主要的来源啊。哎，这个酒我接着喝，这个黑葡萄酒，实际上是红葡萄酒啊，接着喝，接茬喝，给我上了整整一瓶啊，给大家看看。上了整整一瓶，这我哪喝得了啊，是吧，喝不了待会儿我吃不了兜着走啊，我打包了啊，待会儿路上接着喝。哎呀，吃完这家待会儿再下一家啊，接着去吃那个海胆去啊，刚才吃的海虹，待会儿啊胆儿得大啊，得有胆量，吃点海胆，是吧，海虹，一颗红心献给党。嗯，看着就不错啊，闻着特香，这都是烤出来的，比那个蒸的好吃啊，看这色香味儿了吗，西班牙呀，地中海的饮食，地中海的气候，是吧，用一句满语啊，满洲人的语言，牛逼哒啦，牛逼哒啦，是吧，这是中央书记处有一哥们儿他儿子说的啊，牛逼哒啦，牛逼喝，牛逼喝，人生得意须尽欢呀，莫使金樽空对月，古来圣贤皆可忘，唯有饮者留其名。这服务员是一大个，1.8米多，还瘦，又高又瘦，像我一个初中老同学，在工商银行那个某支行当一个副行长的，我一个同学长得还真特别像他啊。我那同学啊，家里边有一媳妇儿，北京通州的，又娶了一个，也不叫娶了吧，又包养了一个东北的年轻的啊，等于是一妻一妾啊，一个大老婆，一个小三儿，一个二奶。其实他们的物质条件都能出国啊，但是他们哎呀，在中国是吧，有吃有喝的，有老婆有情人的，作威作福的，是吧，我好多同学，好多老街坊，包括好多我们家的亲属，这个论物质条件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但是他们就觉得，哎呀，到国外我想吃炸酱面，我想吃卤煮火烧，是吧，我想吃馄饨猴，我想吃这个六必居的酱菜小咸菜，我想吃稻香村，想吃这个马凯，想吃这个曲园啊，想吃这个峨眉啊，想吃鸿宾楼，想吃二里沟的新疆驻京办，是吧，他们就离不开这个所谓的舒适区，是吧，但是你一辈子也就是吃喝，为什么呢，你敢说一句真话就弄死你丫挺的，是吧，你敢说半句你丫小命不保，对吧，那种战战兢兢的，那叫人过的日子吗，对不对啊，